十四，温馨提示，佢听日就生日啦。佢听日就生日啦。等等，听日？咁如果25岁之前嫁唔出，咁点算啊？就可以听从神嘅旨意，无限期侍奉修道院。个人妖就嚟25岁啦。唔通系因为咁，所以佢哋斩咗棵树，唔俾我哋出去？你抵粒啲，你抢咗佢啦。咁请问 Maria 今年几多岁啊 ？Maria 芳龄18。
啖蘋果先。咪住，點解會有蘋果樹？咁奇怪㗎？要食嘅自己摘啦。
跟文慧，都不上四哥就混混。哇，真系十二点啦喎 ，Kristen 病，我觉得你真系冇行嘅咧，成身粉啦，好灰心啊！你睇，话前佢望住你啦，呢个系我最后机会啦，咁你快啲出去啦！我系公主，你今晚好靓。我啱啱进入咗一个自称危险嘅秘密基地，入边乜嘢都冇，净系得一个外星人留低嘅长方形黑印。长方形黑印。只要找到自己所爱的人，就可以离开修道院了。